山天无花的白雪，大风刮过的草原，飞蛾入眠的翩翩，是与你有关的梦魇。无尽无边的深渊，渐渐浮现你容颜，不知所起的情缘，不经意见面烟不绝。是谁一身涉险，换我一世周全，明明生死都看淡，却为你心慌意乱。你不要命了？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我在找真师啊。真师？这玩意儿送你东西，你敢要吗？为了这种乌七八糟的事，搭上自己的小命，你是不是傻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看什么看？眼瞎呀？快找御医，看看他有没有事。是是。啊，那你还找不找朕？白大人，请吧。你怎么才回来啊？你根本早就知道棉石桥里不是真尸，对不对？你遇到的地马名叫飞光，他确实不是真尸，可他看守着对真尸极其重要的法阵，况且你不也活着回来了吗？是他救了我。我早就料到了，你的星辰力早就被封印了，怕是保命都难。这下我撒的谎已经被玉修明拆穿了，我根本就不知道真实是什么，之后该怎么办啊？我看玉修明也不会真的要你的命，这圣兽劫是他生辰，你去哄哄他，说不定就不追究了。在这等着。是。客官慢走，下次再来。这位客官，这边请。公子，宁州大都护求见。殿下，
一别数年，殿下已然生得风姿不凡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，不枉费老夫的一片苦心呐。多谢大都护当年网开一面，容我苟且偷生。四殿下，你这是说笑了，老夫年轻的时候受到过羽皇陛下的庇护，此恩是永生难忘。殿下又是恩人的唯一血脉，听说你身在天启，我是真为你的安危悬心呐。